身体健康，欢事如意，然后呢工作顺利，然后小朋友学习可以更进步。那首先呢，今天第一首歌带给大家呢，就是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闽南歌，叫做《车站》。你要是要唱的，跟我等一下唱好不好？会唱的跟我一起唱好吗？谢谢。